Vale. Our file. Wallet setting. 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需要给它更改一下，啊，正常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需要现在需要更改，啊，确定一下更改，更改时，设定 IP 地址 ，OK， 设定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一个改动，假设给它改成一个，啊，改成个30或者别的是吧？对，所以说我们是192是吧？输入192.。168.165，然后我们现在按这个进去啊，输进去就输进去了，下面也是一样，改完了之后，这个地方是只有尾号不一样，前面都是一样，只有尾数不一样，15跟1.0，然后保存，保存完了之后，我们再来返回一下。 这个基本就有了，然后到这个界面来，我们把这个也是一样，把它输进去，尾号改一下，改成15嘛，改成16，应该连得上，然后点确定，然后点关闭，关闭一下，未识别的网络，无网络访问权限，我们一会儿看一下，点这个，这个地方是192.1.1。 168.1.15， 然后点连接，啊，连接成功。然后文件应该可以改成英文的吧？设置语言，我们改成英文，好吧？好。 他只是把上面这个界面改成了英文，然后我们重新再输入一下我们的地址，192.168.1.15，然后这个时候点连接，确定，啊，连接成功，连接成功之后呢，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呢？首先，我们找到我们要传输的文件，啊，1234，我们把它直接拖拽进来就可以了。 拖进来，好了，就现在已经，现在已经传输完成。其实我们已经传输完成，我们到这个界面来看一下这个文件在不在。1234时间是刚刚这个时间。1234，我先把1234给删除，左边我把它删除掉。然后1234，找到这个文件名，啊，右键。 再确认一下是不是1234，别删错了哈，1234没错。右键，我可以先改个名，你看一下吧。改个名，改成1235。啊，回车，确定，改个名完成。这边来看一下，现在是1234，我需要刷新一次。啊，我需要刷新一次，它就变成了1235。啊，我这边也可以给它进行编辑。点个右键，哪个是编辑啊？这个吗？对。 OK， 这个程序进行编辑啊，这一行我可以不要了，可以删掉它，然后点文件，点保存，啊，那这个时候 ，yes， 好了，这边也进行了一个编辑，啊，首先也是一样刷新一下，然后来，哪个是编辑啊？没有啊。 主要是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现在已经是记无视了。现在已经没有后边这个东西了。我们再返回，这是返回。现在1234在我们的执行目录下，执行目录下，我们要给它剃掉。现在我们随便找个文件把这先剃掉，不然我对它没法对它进行执行下一步编辑。反正是没有了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。来，再一次对它进行一个编辑。 啊，然后呢，这个G00，假设加个G00，OK，然后文件来进行一个保存。好了，我们看这边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个保存？这边文件，然后管理里面，然后是1235，啊，咱们自行加工看一下，也加也同比出来了一个G00，就是说现在这个已经同步了，嗯。
已经同步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再给它替换掉，啊，再替换掉，我们现在把它删除，啊，现在把它删除掉。这边我们点个点1235，啊，点右键，点 delete， 点 yes，OK，、okay, 它已经被删除了。那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，已经被删除了，这边也没有了，就同步了，啊 ，OK。